疼，嗯啊疼啊疼，我的心哦，嗯啊等啊等，嗯啊梦啊梦，嗯啊疯啊疯，心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全般有爱，每次都是猜，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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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GO。各位好，欢迎收看《宝贝赖上大明星》。本节目的由新浙卫视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手打造，由三九小儿感冒药冠名播出。先来看一下我们本期赖上的是哪一位超级大咖。来，大家好，我是花儿大张伟。他是80后的万名偶像，他是最佳组合花儿乐队的灵魂人物。单飞后的他携带霹雳狂花重新出发，不变的是他那我行我素的音乐风格，特立独行的主持方式。他就是鬼马搞怪无厘头的大张伟。好嘞，下面上场的是今天的两位爱心魔力宝宝。来，两位。我呀呀呀呀，什么啊？给我的。哇，有一个是给你的啊。这么多东西哦，这么一大盆的沙拉呀。啊，我哪客气啊，这好东西先给大家分享，对不对？先给这么多可爱的哥哥姐姐们啊，先来分享一下宝贝带来的沙拉。赶紧抢啊，抢慢了就没有了。我们都没叉子呀。啊，叉子在里面。哇啊啊啊，先问一下吃的是什么东西吧。来，葱，洋葱。洋，那么大块洋葱啊。哦，哎呦，哇天哪，这位姐姐啊，一下手就扎了一块大蒜在这里。既然都拿了大蒜了，哎呀，这姐姐换点换点换点苦瓜吧哈，大蒜就是苦瓜了。给大家哈，后面的就用手，还有几个叉子。对，就用手啊，还有几个叉子。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很特别的这个沙拉，盘子都吃了，不要了。大蒜吃了有什么作用？健康。没有，姐姐本来就很健康，我看上去。啊，苦瓜吃了有什么用？天啊，你都不长痘。啊，吃了苦瓜不长痘啊，难怪这位哥哥吃了那么多苦瓜呢。这位姐姐上来就吃了那么大坨洋葱。对，吃洋葱有什么功效？啊，有维生素 C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啊，什么呢？什么？那个盘子，盘子不要了，不要了。啊，还要什么盘子？妈妈给我买的。哦，妈妈给买的盘子还得拿回去。好吧，那个我们把盘子帮他拿回来。来，自我介绍吧，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谢雨阳。嗯，我来自华侨城幼教中心，我刚刚4岁了。嗯，我的小名叫多多，祝大家多吃多长多笑多闹多开心多美丽多漂亮多臭美，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大家。名字为什么叫多多？妈妈说我懒人屎尿多。懒人屎尿多就不说了。看看前面这个，前面这个什么多？汤粉丝多。汤粉丝多，粉丝就粉丝嘛，还汤粉丝？那姐姐什么多？漂亮姐姐什么多？把妈牵上来。啊，把她拉上来？什么叫把她牵上来呀？那姐姐吗？来，姐姐挥挥手。中间这个。中间那个是个哥哥，对不起。哦，这个姐姐是吗？啊，哎呀，她什么多？美爱臭美。这是哪跟哪儿啊，帅哥？当然不是了。你怎么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呀？等她说完呢。哦，等她说完了啊。哦，你看，来来来，那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大家好，我叫陈鲁月。嗯，我现在快5岁了。陈鲁月呀，你怎么是个车牌的名字啊？我不是。你是鲁币还是月币？
我在深圳就是鲁币，我在广东就是粤币。真的是鲁币了，这么好？就你这样开，哎呀，开六进，哎，本来车都开不好。这眼睛有个性哦，有神哦，炯炯有神的眼睛哦。你那个双眼皮儿在哪家医院做的呀？不是，我是本生的。什么？本生的，一生出来就是双眼皮啊！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双眼皮呀、啊！快给全国电视观众看看，哇，好双的双眼皮呀、啊！真的是双眼皮哦！接着做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陈鲁豫，我现在快五岁了。陈鲁豫跟你什么关系？陈鲁豫她是我干爹，就是我姐姐的意思。你怎么吹牛吹到天上去了？陈鲁豫认识你吗？我干嘛骗你呀、嗯、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哦，你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就你还敢这么说？意思一下啊，意思一下，好好好，你说行。你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三岁。你年啊，你年轻的时候三岁。对对对，五岁了。你五岁怎么长这么高啊？科学养猪啊。科学我妈妈有一本科学养猪的书、哦、她就是按在上面写着喂我的哦。哎，我觉得这本书呢，回头反正你也没什么用了，你回头送给菲菲一本吧，好不好？菲菲最近六年都没怎么长个了。哥哥，就在别打岔了。哎呦哎呦，好啰嗦啊！我不打岔了。哎，你说，这对我没打算。我叫陈鲁月，车牌的名字。小明神绿儿，我来自深圳市第三幼儿园中一班的小朋友。哎，等等，又怎么啦？哎，我觉得你小名叫神六，很大气的名字哦。对吧？是啊，强哥哥。对啊，神六上天你不知道吧？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是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恭喜你答对了，强哥哥、你说说你将来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医生里面最会主持的，主持里面最会炒股的。啊，炒股里面最会唱歌的，唱歌里面最会跳舞的，就是什么都不会。你别再啰嗦了。我觉得你的野心还不小啊。眼型啊？不是眼型，这里面眼型只有你谈得上是眼型，我们的都没型啊。那你就说对了。对，我们正好说点别的吧。说你也不想跟我聊这个了，我也不想跟你聊这个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哎，坐好。嗯，多多，丢三落四，你们家的船家的盆儿。船家的盆儿。老母说我的眼镜呢？啊，眼镜啊，对不起，我还得帮你，我是保姆啊。好，好了，给导演姐姐让他们收起来了啊。来，问一下，哎，说一说大张伟哥哥吧，好不好？像个小丑。哦，像张伟哥哥像个小丑。多多眼里的大张伟为何像个小丑？小丑，我天哪！他哪儿都大，什么东西我要？你以为我喜欢女人的东西啊？又是什么东西让强子哥哥这么想要？我是想要。你想要？对呀、啊，你想不想要吗？我不想。不对，我为什么想要？你告诉大家。想当女人。马上回来。大家吃饭了吗？没吃就不能看帅美人秀。大张伟哪里像小丑？又红又紫的，身衣服也是像小丑一样。那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啊？他人？他哪儿都大。哦，你大伙说说他哪儿大呀？头大，鼻子大，手大，衣服大，背着书包大，脚大。啊，对于你来说，他哪儿都大了，对不对？是吧？这名字都大，大张伟。你把你的那个项链送给我。啊。哦，因为我们听的声音不好听，可以吗？可不可以送给他？不可以送给他。那强子哥把你摘下来放到旁边，可不可以？这是女人的东西，我不要。你以为我喜欢女人的东西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吗？你告诉大家。我想当女人哦。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呢？他戴个这样的项链，那个声音就，大家听都听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没错，强哥哥说的没错。对，你看，多懂事儿，对吧？所以为什么我要那个东西？你告诉大家。因为你不想要他的声音这么恶心。没。没那么夸张了，没那么夸张了。行，我不说恶心这两个字。对，恶心就不讲这个词了，不好听，好不好？你觉得大张伟哥哥怎么样？我觉得大张伟哥哥像一只鹦鹉，大张伟哥哥跟鹦鹉的羽毛一样，花里胡哨的。哎，人家那是潮男嘛。我觉得大张伟哥哥说话也像只鹦鹉，叽里呱啦的。哥哥说话特别逗，他还跟自己编了一首诗。编了什么诗？念诗了啊。床前明月光，我是郭德纲，白毛浮绿水，我是大张伟。还挺有才的哈他。但是我作为魔力宝宝不能输给他，我也给自己编一首诗。你编了一首啥诗啊？床前明月光，我是冯小刚，举头望明月，我是陈鲁月。行啊，可以啊，挺有才的你搭档，你给我编首诗。那还得让我好好想想。想啥，张口就来。那你贵姓呢？我贵姓历史的史，史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史强。看来不管怎么样吧，对诗词是有一些研究的。认识哪些古代的名人？我认识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庄子、木子、强子。木子导演你也算进去，因为他后面也有个子字。那不是有子的全能加进去？苹果什么李子能算进去吗？饺子能算进去吗？那些是吃的东西，我是要人。要人呢，他就把那个木子删掉，把强子留下。可以吗？我来考考你吧。好吧。好吧，那个孔子都有哪些名句留下来？子曾经曰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是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就是只学习不思考的人就上网查一下咯。思而不学则殆呢？只思考不学习的人将来就在家里待业咯。学而不思则罔，就是你学习啊不思考你就会迷惑，思而不学则殆呢，就是你只思考不学习呢，你就会在学业上没有进步，有困境。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谁想跟你开玩笑啊？我现在是在对牛弹琴，你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想做这个范围的秀的节目？没有，我做的很开心啊，很高兴的，不做就没饭吃了。明白？对，明白。明白什么呢？那这个范围的秀就不适合你。啊！我天哪！不要说了，我很适合，我非常适合这个题目。那你就别对牛弹琴了。好吧，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鬼马饭团吧，大张伟哥哥他姓啥的？他姓大。姓大呀？有姓大的吗？有大嘴巴、大长心、大胃、高破飞，还有大小姐，还有大大小小，他们两个是一个双胞胎。哦。说了那么多人名，我有几个没听懂。大长今是我们韩国的。韩国有姓大的吗？没有，我们韩国都是姓金、李、朴、崔、郑、全。哎呦，很熟哦。爸爸叫什么？李春范。哇，有范字哦，跟我们是亲戚哦。哎呀，他是哪个范呢？饭桶的饭。那我跟我们没关系。妈妈呢？全金辉。李春饭啊，春天的米饭。全进辉，全进了灰。哎，我们其他的鬼马对姓名有什么研究好不好？
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特别好听。叫啥呀？他叫紫藤，紫色的紫，葡萄藤的藤。哇，好有诗意的名字哦。他姓什么？他姓杜，叫杜子藤。那个，我觉得姓名决定了人的一生啊。这是蛮深刻的啊，这话什么意思？你看，我姓宅。你姓宅？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宅在家里了。那你说姓宅的是不是都是宅男？是啊，我爸和我爷爷都是资深宅男，他们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就炒炒股，妥妥的。哎呦，这日子过的。要你这么说啊，那个咱们的航天员翟志刚也宅在家里面了，那神六能上了天吗？他能去飞吗？对不对？他是我们翟氏家族的骄傲啊，他都宅到了外太空去了。哎，神六，大张伟是不是宅男？我想应该是的。大张伟哥哥没事就在家里看看碟，炒炒股哦。嗯，你还懂炒股的？是啊，你忘了我是主持人，离最会炒股的。对，难怪今天这个穿的和股评专家似的啊。什么是大盘？大盘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很大的盘子，里面装着所有的股票吗？哎呀，也差不多吧。人家楼下就有。你看楼下有大盘呢。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兰州拉面馆，里面的大盘鸡可好吃了。大盘就是里面的可以装的很多的文件和资料，还有图片，还可以装很多很多的小电影的东西。谢谢，那叫硬盘，那叫硬盘，你给我回去。就叫大盘。回去。跟爸爸去逛街的时候，见到一个男人的脸好大，大的像一个盘子一样，笑死了。那个说到股票啊，我到现在还怕怕呢。哎呦，上一轮行情是不太好。是这样的，那次我在看武侠剧，电视剧里的大侠都管爸爸叫爹。我那次也很高兴地跑进书房里边，围着爸爸叫爹爹，还被我爸爸痛揍了一顿。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爸爸在炒股，我一叫他爹，电脑屏幕马上就绿了。他还硬说股票都是被我叫爹的，他还严重警告我以后不许叫他爹，只许叫他爸爸。以后别这样了啊，以后让他喊你爹啊。反正我不想再说这伤心的往事。好，别提了，别提了。陈亮，哎，你的这些股票知识都是跟哪儿学的？都是从电话里学来的。电话销售啊？你想不想要咱俩来演一下？可以啊。你演我爸爸，我演推荐股票。干嘛呀？我干嘛要演你爸爸呀？演呐、啊，咱俩眼睛，你看咱俩的眼睛一看就不是一伙的。因为你刚才说过我是双眼皮。对，你是双眼皮，你看我的眼睛单的。不是，我叫你演我爸爸。对呀、啊，我推荐那个股票。啊，你，我不是说要当我演你儿子，我不是说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你让我演你爸爸，然后你不当我的儿子。对。那我是谁的爸爸？我是叫你演，现在儿子去上学了。儿子上学了，我演谁？你告诉我演谁吧。你演我爸爸吗？不，行了啊。打住啊！来演一次对。啊，演一次，演一次，演一次呢。喂，先生您好。哎，你好啊，儿子。今天这个。你叫我啥的？啊。我是推荐股票的。不是，打这种骚扰电话的我一般都喊他们儿子。你这不是对现场搞笑吗？我不搞笑，我这人很正经的。
哦，好，我们再打电话啊，不好意思啊。喂，你这次千万别叫我儿子。不会的，不会的，我哪是那种人啊？喂，喂，先生您好。你好啊，孙子。我也不是孙子。说了不让我叫儿子。正好是叫我孙子，因为你就成了我的外公了，老的。哦哦，好，不当外公，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喂，喂，先生您好。您好啊。什么事儿啊？很高兴与您通话。我不高兴跟你通话。那是啥？你骚扰电话，我能有好脾气吗？现在跟骚扰电话那么多，骚扰短信那么多，我烦都烦死了。好吧，你说吧，什么事儿？喂，先生您好。我好着呢，特别好。我话还没说完，你能不能别带？哇，你口气还挺猛的，哪公司的？喂，先生您好。你一天打了八个电话了，你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不是你孙子，也不是。我没说你是我孙子，你是诈骗的吧？我不是你孙子，也不是你儿子，我是推荐股票的，这件事你搞懂了没？你的电话怎么还喷水呀？我的先生您好。您好，小姐。我不是小姐，我是推荐股票的，你叫我先生行不行？好。先生，我第一句话是我说的，你搞你要人家怎么样嘛？你说事儿可以吗？你搞懂了没呀，强子哥哥？我是跟你推荐股票，对，你是演爸爸，我跟你推荐股票，别人的爸爸，你懂了没呀？啊，明白，收到，收到了，不好意思。喂，先生您好，很抱歉打扰到您，您现在方便接电话吗？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我不是很方便接电话。很高兴与您通话，我是神六证券有限公司的首席分析师陈小姐。你刚刚明明说你是先生嘞，怎么又变成小姐了？被你忽悠一下的啊，有事儿你赶紧说事儿。我们公司最近刚发行了一只股票，哦，前景一片大好，都这么说，叫神六花露水啊，哦，我闻着都代码66啊，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股票应当的靠谱啊，两个月之内6个跌停板。你的电子邮箱给我，我把公司的资料发给你。嗯，3w.110.com。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下面呢，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两位爱心魔力宝宝，哎，这一路发生的故事。宝贝班上大张伟爆笑登场。不是，天生丽质不用化妆的，对不对？你们为什么要送这疯婆子给我呀？这疯了吧唧的。因为你没有女朋友。4岁半为什么长那么高？都给养猪。当神六多多遇上顽皮大张伟，笑笑。麻烦宝宝操心强子的感情生活。还有感情吗？你们这里很没感情啊！满屋子都是荡漾的感情啊！感情是你的，你的。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大家吃饭了吗？没吃就不能看饭美人秀带的。你去北京干嘛呢？去北京找明星，找明星哥哥啊，需要一个宝物，然后用宝物赚钱，赚钱给在职的小朋友们赚钱，为了他们的读书，就给他们赚钱。是啊，你们这么有爱心啊！因为我们是爱心魔力宝宝嘛。跑一下，你跑不跑？床前明月光，后面这个词是什么呢？床前明月光地下。错了，我是郭德纲。下一句，白毛浮绿水，你猜？
从广播听播。错错错错！是我们要找的明星大张伟。床前明月光，我是郭德纲。白毛浮绿水，我是大张伟，知道吗？我想说，是大张伟名字改变的，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张伟呀、啊，大张伟唱歌，一路阳光，神六和多多带着爱心任务出发，前往北京寻找大张伟哥哥。作为哥哥，神六你可得好好照顾多多妹妹哦。可谁知道，这才刚到机场，神六就不耐烦了。每天你就欠这条啊？什么叫借条不懂？借条不欠条，借条不欠条，什么借条啊？你借了别人东西以后，给人家写一个评语。借别人什么东西，你就写什么东西啊？啊？还有年月日啊，你是哪天借的？哪年的哪天借的别人东西啊？哦，写上了。哎，对。哦，知道，谢谢叔叔。嗯，我妈呀，我妈真是老道，不是左边就是右边，老是忘记东西。儿子忘记重要了，还掉东西。我欠他100块钱，你教我怎么写借条。原来啊，粗心的神六出门忘带钱包了，这地势费只能让多多来出。可咱多多可是不好欺负的，拉着神六就要写借条。终于找到人帮忙写借条了，只是这借条写成了叮叮叮。有个朋友帮我写一下借条。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小朋友啊。100块钱。你叫什么名字？陈鲁豫。啊，陈鲁豫。陈鲁豫，耳东陈，然后呢，一个鲁是一个广东和山东，广东和山东。这借条总算是写好了，你们俩还是赶紧干正经事儿去吧，这飞机可不等人呢。都下班了吧？突然想上厕所了。我想上厕所前面。从小恩客，不能半价。嗯。从深圳飞到北京的航程需要3个小时，这对于第一次坐飞机的神六来说可是充满了期待。这不，他的小嘴啊，一路口都没闲着。有点痛。怎么搞的？怎么这么降的时候最可怕了？啊！降、啊！啊老妈天爷呀、啊！耳东城啊，你给我一个信啊，你叫信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我是保密局来的小朋友。保密局来的，都是保密的呀，都保密的。这是谁掏的钱啊？根本就是我掏的。那他为什么不掏钱？我忘记带包了。那你吃饭怎么吃啊？要下了飞机要吃饭，吃饭怎么办？没有钱怎么办？买爆米花了。买爆米花了。我买。你给哥哥买啊？我不给他买，我自己拿着吃了走了。现在把你的手机卖给我吧。哎，不。
行不行？这个手机是我新的手机。就是说你不是没有钱吃饭吗？你把手机卖给我们算了。挺会对牛弹琴的，也很像守株待兔。你们肯定是跟那个人学的，告诉你，那个阿姨前面那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吗？胡说八道，对牛弹琴，守株待兔，啰嗦不烦。把你所有会的成语全部说出来了，你别跟自己对牛弹琴了啊！我对牛弹琴，你是牛啊？你是牛还是谁是牛啊？又是跟那个人学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投诉你。投诉就投诉喽，你们两个大男人啊！只知道欺负小孩子，可以，他没欺负你吗？可以，可以。哥哥来接说，你给我一颗，给你，请我吃一个嘛，小朋友，对不对？很辣的，看见，不辣的。玩够了也闹够了，宝宝们在飞机上饱餐了一顿，而此时他们离目的地北京也越来越近了。到了北京，任务可就马上要开始了。好，怎么宝宝，范冰冰的宝宝，我们在天安门北京街又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到。那你们3:30到从文门来找他就可以了，好不好？文来找他。从文门。3:30。3:30。真的。为了表示诚意，宝宝们打算先买一份见面礼给大张伟哥哥。可这份礼物要去哪儿买呢？到哪里啊？红文门。红文门不是红文门。哎，商店，玩具商店啊，不是大人的玩具商店。那是上西单吧？西单商场多呀。你会唱花儿乐队的歌吗？会唱一点吧。到了。在司机师傅的指引下，宝宝们决定先到虹桥玩具市场给大张伟哥哥买礼物。可这下了车的第一件事儿，写字条。现在都搞不懂借条是什么。为什么他会选择在我左右？搞得定吗？耳朵成了虫啊。你的名字啊？嗯，各位不知道我是韩国人。我告诉你啊，耳朵成。嗯，什么写？写了一页，就是耳朵，再加个耳朵，那个笔画的耳朵。我是外国人。
么？写借条。借条。嗯。然后呢，再写个耳东成耳，加个东。耳朵。你画那个耳朵，这不两个，你这两个人都跟自己做牛弹琴了呀。我说沈六啊，你自己说不清楚还怪别人，你就别折磨这个韩红哥哥和热心大叔了吧，还是赶紧去给大张伟哥哥买礼物要紧啊。你为什么买超大的娃娃？因为送给那个明星哥哥，因为那个明星哥哥没有女朋友，那个也没有超大的宝宝可以吗？那个啊，我先去那边看一下啊。那边有哇，这个超大，包我也拍的。钱都没了，一百块钱都没了，就我也没了。什么呀？钱本来给你90吧。我刚才第一次出去给了100块了。给你90，行吗？哎呀，我也没钱了，怎么办呢？我都没有钱了，真好，我有钱。100块。给你10块啊！啊，那个红色的吧，我这个红色。要写借条，是我付的钱。要跟周志宇付的。借多少钱？100块。借。这还没见到大张伟哥哥，就已经有3张欠条了。看来你这一路是没什么发言权了。哥哥，你过来。拥有3个东西，你可以帮我提一个吗？我有3个东西，本来就有3个东西，现在我只有2个手，怎么办？你去帮拿一下嘛。要拿着。累，我懒得猜你是谁，懒得为爱陶醉，懒得为电视。这年头债主就是爷啊。给大张伟哥哥挑好了礼物，时间差不多也到了3点半，宝宝们这就赶往了约定好的见面地点崇文门。崇文门。崇文门啊。崇文门，对，我刚才闭上眼睛了。让谁安慰，懒得自作自受，拼命减肥。天生丽质不用化妆的时候就这样的，你知道吗？我怎打下面电话呢？我刚才都说的没有四。你这坏了吧？这什么礼物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都给你的，我睡觉了。
是睡觉用的是吧？啊，不是送给你玩的，知不知道啊？是是是。好，先看左，再看右。多多和神六顺利地接到了大张伟哥哥，没想到大张伟哥哥也是个孩子。三个年龄和身高都有巨大差异的孩子，就这么高高兴兴地赶往彩排现场了。不能玩，不能抱，知道吗？别碰到风啊！哈哈哈！来来来，有风了。别搞它，头发弄乱了。你说为什么要送这疯婆子给我呀？这疯了吧唧的，这是谁呀？小娃娃。他有名字吗？没有，没有，他就叫芭比娃娃。啊，芭比娃娃啊。啊，那为什么那你要送把这送我呀？有什么意义吗？因为你没有女朋友。送给你的。啊，是是是啊。别客气。啊，你们俩今天那个有什么任务吗？跟我在一起。有任，有一个宝剑。这孩子从小就知道宝剑哈、啊，是什么什么宝剑？宝贝。宝贝啊、哦，是宝物。哎，宝剑这词是不是你爸告诉你的？你跟我说实话是吧？不是宝物。那回我所有人没上学的小孩子读书。你本身多大了？多大了？我。对 ，How old are you？ 四岁半，为什么长这么高？科学养猪。科学养猪。就是为什么叫科学养猪？有人科学养我的这猪啊。哟，你真丢人哦！哟，你真丢人哦！这都吓我一跳。这是老头用的，咱们小朋友也用这个呀。我借他的。借他的啊、哦？这是你爷爷的吧？这都是老年人，那眼睛花了看不见才用这个呢。从小就用的。不是我用的这个。啊，你有歌吗？是吗？你。叽喳喳，叽喳喳，一二三，跳。阿黄，阿黄多可惜，阿小，阿小，阿麦，小女孩都不敢露，阿天定了，好，手舞足蹈和对牛弹琴，汽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北京展览馆。可谁知就在这时，他们被拒之门外了。听我说，你们工作室上面没有照片，没有照片，哎，去照一张照片再进来啊。对，所以你们两个赶紧去拍照片吧。还真让我麻烦你。待会儿赶紧去拍照片吧，咱们有什么事儿啊？另外，开始了。我帮你拿。看来没照片是进不了北展馆了。大张伟哥哥因为要彩排，不能陪宝宝们一起去拍照，那宝宝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拍照的地方，这里面吧，里面有大头贴。找座位，你是否也看到他的座位感觉？化妆盘的菜，不知道，看看。
宝宝们忙着化妆拍照的时候，大张伟哥哥正在进行彩排，宝宝们就马不停蹄地去找大张伟哥哥汇合了。咦，你谁啊？喂，大张伟哥哥，是我，才鲁月。哦，你找大张伟啊？你等一等一下，等一等一下，等一下，大张伟这样过来啊。我也，我是大张伟啊。我们拍好照片回来了。这样啊，你们在这待着，我去。你快点下来，请接我们。好，你们在原地转圈啊，转一百圈我就过去了，好不好？来啊啊，听话啊，转圈。你现在在哪里？我先问你。我现在在你心里啊，对啊，等会儿马上就到了。哎呀，拜拜，不是左就是右的，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就挂。哪儿了？啊、好，那好，拿着你东西走。来到了。快走快走，下雨，打雷了，快跑跑跑！你这妆谁给你化？再往前啊！这为什么化成这样啊？啊，又怎么了？怎么了啊？然后这一个任务交给你们啊，这是什么啊？这是我家里有你这个碟，太好了，你有我碟。然后呢，不是我，你有我的碟。然后，但是我这个碟啊，现在需要你们给卖出去，因为不有这个山区小朋友这个上不起学嘛，咱们要去筹款，你明白吧？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去在大街上去销售这个碟啊。这孩子听懂我的心，真好，我们有钱了。然后这个拿着，你拿三个，你拿两个，知道吗？啊，来拿着这个，然后这个，你跟人说清楚了，不是白送的，这个东西一个卖100啊。这是两张，你是几张？三张。这一块多少钱？600。600，600，600，对，算太低了，一共是160啊，你们要拿160给我，好不好啊？好了。签上了，需不需要咱们一块儿去卖呀？不用，太好了，来，走吧，走，两位认真的小助理接到了大张伟哥哥交代的任务后，这就开始忙活起来了。都可以。唱什么歌啊？歌名是什么？对，本来小朋友，你这名字有，你们看，老师推到我你怎么长那么漂亮呢？长得真漂亮，多少钱呀？这个碟子？最便宜10块，也可以给我们10块。你为什么要买碟子呢？因为我们要帮孤单的小朋友赚钱。哦，原来是做公益的。啊，行，那我就一定会买你的碟子，好吧？哦，你真有本事啊！那么小都那么能干，再说小哥哥把钱付给你吧。来。谢谢哥哥啊！啊，不谢哥哥，来，这个给你。成功卖出了第一张碟以后，神六和多多是信心倍增，开始挨家挨户的义卖大张伟哥哥的专辑。没想到这一推开门，还遇见老朋友了。我这里有一张碟。不是，我先问一下你的脸怎么？我这里有一张碟。你的脸怎么？我这里有一张碟。好，你告诉我那张碟是干嘛的？那张碟是那个大张伟哥哥的。对不，大腕吧？大张伟哥哥的。对，大张伟哥哥，大张伟叔叔，大张伟哥哥。只有我是哥哥，他叔叔。别把我们家当大牌啊！我没当大牌，我还是最小。你说吧，你有啥事你就直接说吧。我要找你卖碟，必须要。必须要什么？给什么？别谈那个，谈那个伤感情。这里还有感情吗？你说这里很没感情啊，这一把没有半点的感情啊。感情是你的老婆啊。哦，这个那个。我又是你的老婆。哦，别谈老婆的事，咱们干什么的事，好不好？别的事就是给钱的事。给钱好吧，就是除了老婆就是钱了，对吧？就是两个事。我也10块钱。10块钱呀、啊？10块钱。不，我现在没有，我现在马上上台了，现在没有装。没有装吗？没有带钱。没有带钱，写借条。必须得写借条。在神六的威逼利诱下，身无分文的强子哥哥只好写下一张欠条，可这欠条也写得太简单了，还是写欠条经验丰富的神六鬼主意多。欠条和钱上面没有数字怎么办？3块钱写好了。这
7亿的千条就这么一个圈一个圈的诞生了。接下来宝宝们开始转战高端市场，深入 VIP 休息室。你送给我呀？怎么会送给我呢？因为我们要帮助灾区的小朋友。哦，你们有这样一份爱心是吗？是的。那我不能白要你的碟，我们共同表示一下爱心好吗？为灾区的小朋友赚钱啊。赚钱啊？为谁赚钱？灾区的小朋友啊。哪个灾区啊？深圳灾区的小朋友。发发地震，及时流啊。及时流啊。又是跟自己啊，对刘谭琪。我怎么知道你能保证送给那些在职小朋友啊？保证。保证啊！好，我相信你啊，一言为定啊，拉钩。好，100块钱。好，谢谢你。哎，好。拜拜。伟哥哥的专辑成功上行，此时距离大张伟的上场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忙里忙外的小助理们立刻赶往大张伟哥哥的休息室催他上场。快点啦！好起来，快！好，好。坐起手，二三，好，立。你别怕，我们在会在台底下为你加油的。我是谁家那小谁身上与大张伟哥哥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一天。两个小助理将会从大张伟哥哥这里得到什么礼物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呢？今天呢，因为你们两个人表现非常的棒，所以说呢，在你们三个之中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待会儿你们回去看一下知道了。欢迎回来，这里是由39小儿感冒药冠名播出的宝贝赖上大明星。下面呢，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张伟提供给本期栏目的爱心开品是什么。来吧，打开看一看。好嘞，好嘞，看一下啊，特别这个一个 logo 啊，这个呢也是大张伟自己设计的纪念版的 T 恤衫来了，请上架。看下午还有很强的这个爱心开品啊，年底的时候我参加我的爱心拍卖，所得的全部善款呢将会捐予和魔力宝宝同龄的孩子们的扶贫助学。好了，再次感谢大张伟的爱心，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三个小感冒药对节目的全程支持，回头再见，拜拜。不要走开，马上是我们各位精彩的全程花絮。宝贝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张伟哥哥送出的爱心礼物，那么一路上还有哪些精彩的片段呢？小段广播之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幕后花絮等着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吃饭了吗？没吃就不能看范美人秀。深圳卫视范梅的秀宝贝赖上大明星本周赖上了我花儿大张伟，那么感受是非常的快。也不应该叫我儿子，我叫你爷爷。好了，哎，太棒了，你家孩子太懂事了，你就这么活下去真的。我永远叫你爷爷。我有一个故事给你，但是我不告诉你，但是现在太吵了，我才不告诉你。不想没事。然后我跟你说，你啊，以后说话注意表情，你知道吗？你要这种表情，我就挨打，就老这样。你说你为什么来？大张伟哥哥还真是不好是吧？不是，真过分，真过分。对对我们要向电视机朋友们说一下你们的感受，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今天感觉瘦了吗？有点麻烦。有点麻烦哈、啊。